新的舞蹈频道，然后喜欢看跳舞的哥哥可以把五星冷秀嗨饭店的预约点一点。谢谢哥们送的花花，你这衣服能跳舞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的呀。乔伊，Hello。然后我们开始第一支舞蹈吧。我也不知道是今天的妆化的淡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，就感觉好像哪里不得劲儿。好啦，我们开始第一支舞蹈吧。现在没卡了，那就好。Hello，不好意思，刚卡了一下下。好累啊，没有点乔伊房间关注的哥哥可以点一点乔伊房间关注，然后直播室通知，手机用户可以点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，然后电脑用户可以点一点那个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谢谢天大哥送的六六鼓掌，这个上下巴完美，有没有喜欢肉感的哥哥，喜欢肉感主播的哥哥扣个小六六，让我看一下有多少哥哥喜欢肉感主播。
你看看，大家多么配合，就是不口令。话太多，讨厌。跟你聊会儿天，你还这样子对我。跳舞吧，好，跳舞来。裙子谁看？哥哥你在说什么？谢刚帮乔伊刷礼物的哥哥，谢谢。然后谢哥们的关注，这样的身材我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很辛苦了，休息会儿吧。谢谢老毛哥哥的关心，谢谢。对。双下巴，咋的啦？吃你家大米了吗？
强大的 YY 办理大哥，我们是手机，我们11点到12点这段时间是手机主播轮班，谢谢。跳舞吧，不然又要被人家说了。为什么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？咋的？我跳完我还不能休息一下下吗？真胖，哼，胖你也得看。胖咋的了？胖吃你们家大米了吗？烦死了！现在不是唠嗑时间，我跳完我还不能休息一下下了。你们真的是，哎呦喂！胖点好，嗯，喜欢乔伊的可以点点乔伊的房间关注啊，哥哥们。谢谢窗外拜客的花花，想休息就别上来，我就上来，我就上来，我就上来。哼，你们好了，行了，你们在这纠结吧，只能看到你们就是永远只能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。你为我梳妆，深夜的风儿吹。你给多几个歌。